陈奕迅 Eason 与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举行一连两场 Another Eason's Life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12月30日是梅艳芳继承曾经陪梅姐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 Eason 也于演唱会安歌环节唱了一首歌献给梅姐。今天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除了唱歌给你们听，我昨晚才想起这个日子原来都挺特别。原来我都即昨晚其实过了12点，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，那件事令我就想听的歌，就或者想念起这个人。我希望今天可以借大家三分钟的时间，其实都没有三分钟，跟我一起，我昨晚想的而已，所以大家不如跟我一起回忆一下，我陪我可不可以想念一下这个人好吗？重重心中痴债，原是欠下你一世，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，悠悠心中痴意，源源不绝苦味，只望可补偿一切。明明用尽了努力，明明事事都不计，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？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难估计。多谢你们陪我。Eason 更于演唱会与歌迷倒数迎新的一年，并向大家送上新年祝福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奕迅。祝大家2016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都进步健康平安事事顺利，然后不要忘了笑口常开。